我是个八两的样子吧，他就是已经二两的样子嘛。湘江穿城而过，沿岸商圈云集，林立的高楼背后藏着一片不起眼。在这套组合拳的基础上，姐妹俩增加了一道辣卤猪蹄。大众卤料样样不少，而成就娜姐独门卤水的却是她亲手晒制的一味香料，老陈皮。胶原蛋白渐渐析出，卤汤变得粘稠浓郁。陈皮的清甜果香进入猪蹄内部，红油、大蒜、香菜趁热搅拌，为筋道弹牙的猪蹄赋予了香辣鲜咸的多重味觉层次。八恩的猪的里面它嚼的口里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用常人话讲就是非常的带味。这是我们正宗的卤味，外面吃不到的。不是鸡哦，我这里精心制作下酒菜的姐妹花，因为耿直豪放的性格，成了老街坊们最喜欢的酒友。你是豪姐，这是你的豪姐，真的。看着我文质彬彬的，这个很温柔的一个妹子，一喝酒啊，我靠，我都不敢跟她喝了，是吧？娜姐跟维姐，你们两个谁酒量好一点？我是个八两的样子吧，他就是已经二两的样子。这些一起长大的中年朋友还会耍起童年小游戏，掰手腕。不是他哦。啊，你哎，你是哪部呢？天哥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，你的钱呢？有啊。三，三，好，厉害，三秒，你厉害，有啊。他还一二三就帮我干什么了？反超我自己。一，二，三。玩没被玩我，玩没被玩我，玩没被玩我。我已经玩了，我已经玩了，我已经玩了，我已经玩了。射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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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开。夜深人静，热闹散场。两年前，娜姐的丈夫身陷囹圄。我是三天没睡，也没吃，发生事情我是懵的，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，天塌了啦，真的嘞。丈夫出事不久，生活又给了娜姐一串重拳。爸爸呢，得了癌症。就去世了，跟着母亲也跟着走了。最难过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从头到尾都没哭，真的嘞。不然一大家子交给我两个孩子这么小，那我真的崩溃了，那时候真的崩溃了。
娜姐万万没想到，离开长沙十年的闺蜜伟妹突然有一天站在自己面前。我看到她的时候，第一感觉我就想哭，我是抱着她，我一直抱着她，她就拍我，就是她当时抱着我的时候，从没见过她那种情绪，真的，我是从没见过的，所以当时我就心里很心痛，很不舒服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眼泪已经流出来了，我真的我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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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想跟他说。人生海海，起落沉浮。十年前，伟妹遭遇家庭暴力，也正是娜姐张开双臂，接纳了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。怀孕三个月的时候，把我按在地上踩啊什么的，我跳下去了，直接从家里跑出去的。但是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，从家里跑出去的，然后就一直躲在外面，我也不敢回家。在我那里，我在我那里一直躲在外面，不敢回家。十年后，伟妹放下一切，回到娜姐身边。这对长沙妹坨决定联手应对厄运。我可能在外面啊，我可能还顾忌一点自己的面子啊什么的，对，我不会去说。对，包括我有时候想哭啊什么的，我也不会哭，对，我会忍着，忍着躺。但我这里他没有顾忌，真不需要。心理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情绪就可以尽情的发泄嘛。记得吧？上次喝醉酒了，哭，你出来问我，你说你是在哭吗？我说你想着了，为什么了？姐妹齐心，齐力断金，开在深巷的下酒菜馆逐渐有了起色。经过一段时间摸索，他们开始挑战一道江湖硬菜——干锅猪头。先用烈火褪毛，烧至金黄，去除异味。再用小火慢炖两小时，卤水赋予咸鲜口味，最后切成薄片，猛火爆炒，洋葱、红椒、小米辣下炒拌炉，热情融化坚硬。如此三番火攻，粗糙的猪头彻底腐软，油腻指数骤降，甜辣脆爽。干锅它越煮了越香啊，然后就是那种软啊糯啊那种感觉了。来来，师兄，干一个。好了，它煮的好软的，好入味的。就是我们湖南人吃这个猪头肉，一般都会有点肥和腻，但是他搞的这种就是切的比较薄，吃起来就不会腻人，就非常的爽。车站抹衣服了，这个地方很水很闷，又是山又是水的。车子也放心了，是你不在的，郑老屋的妈妈也不在的，我屋里就是他屋里，我妈妈就是他妈妈，还有人照顾他的。谢谢你陪我走过了人生最低潮，希望五十年以后在我身边的还是你。你说的最后多久？从我一个全职太太，每天就是美容院啦，逛街啦，现在来每天辛苦啊什么的，我也不觉得辛苦，我感谢现在的生活让我充实了，不会去纠结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对以后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，相信自己嘛，越努力越幸运嘛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不努力的人嘛。